没有可以计算机，不要开那么狠哦。跑到大家安全位置喽。大哥，大哥，哇，西山机飞了。六八零是开红灯而已啊。大只的鸡屁股都饿了。我忘记知道计算机是谁。有啊，二路，咱们 T1T1。了解。我看到他上脸了呢。嗯。然后我这台最小台，商务客机。OK, line on. 其实尾流很大啊。啊，你在尾流分到了是吗？还没拉啊。
企鹅上空。OK, take off. 哇 ，T cut 上面 Marco 跟那个拐九六完美的间隔。一样的是对啊，豆豆我觉得比他多。好吧，我的可能跟你们不一样。哎，唐少林，我看在 Vizin 的 chat 聊天里面，那个 take off 是你自己打的吗？对。OK。对啊，对啊。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想说那是程序上要这样打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康正来讲，提醒一下附近的僚机。不，附近的僚机，附近的飞机。僚机，收到。如果是僚机的话，就可以来编队了。嗯，学长，你有想看用330来编队编777吗？也需要蛮高等的操控技巧。谢了。那起飞了。哦，后面有一架747是谁啊？谁打？谁打？沙达吗？我。我。然后看。看六点高，呵呵。OK， 上跑道。有看到吗？六点高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我叫阿达看一下他的六点高啊，就是他正他的这个六点钟高速，没看到你啊，我快压过你了，离鸟近，但是我比你高，等等哦，777开始高速爬升喽，你要小心一下。嗯，在17000了。靠，你怎么爬那么高？我就跟你说啊，那个 Wilco 的爬升率真的好像跟火箭一样啊。我靠，我亲带的货机都没有你爬那么高。你飞过 Wilco 的飞机，你应该也知道吧？超恶心的啊，就是你推到起飞的时候，真的超恶心的加速。超恶心的加速，再加上超恶心的爬升率。你就算重载还是可以在30秒内起飞啊，
是啊，而且一起飞之后上升率可以到达五六千，五六千以上，超恶心，超变态。OK， take off， check。我在 Westfly 看到我们的分隔是超级完美，这有点越野飞行的概念。超级什么？超完美的。来去看看。阿兰现在16000吗？11000。11000。高速上升中。哎，但这个模式不能切换，算了。我在你正头顶，我靠！你应该有看到吧？我不晓得，我 T 卡上面没有看到你。瞬间被爬过是怎样？你们两个现在超近的。我已经叠他了啊！我现在在20000这边，然后他在12000，10000，我已经冲到20000了。高度差太多，现在早上不会叫吧？不会啊，不会。高度差太多了啦！啊，在19000而已，要20000了。我已经26000了。26000，靠你！威口是火箭啊，是标机哦。你不能怪我，这是威口的模组啊，这威口的系统啊。我发现威口在地面上滑就滑很慢，然后可是一吹，我没有很可怕。把引擎全要重新弄出来。Wilco 他的这样就很怪，我地面滑行，你用正常的推力，你还可以滑到卡住，你知道吗？对。等他一起飞之后，就像火箭一样，是用喷的，妈！不管你奇异还是什么引擎。飞机超多的，哦！我在你正头上了，我在你正头上了。不会吧？我快追到那个谁啊？鬼九六。看一下啊！我真的快追到你。他说你，我第一次飞 Wilco 之后，我常常会把那个油门从那个快那边直接往把自动油门解掉，往后拉。没关系，我 FN 在那边调一下就好。不会吧？你 FNC 不是没有办法调动力吗？可以调速度啊。可你速度都，你速度可以调，可它动力还是一样推成那样子。把它减速一点点。现在它预设是.86。哦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快？你要偷拍一台吗？等，.86。哇，它预设是.86，这太变态了。黑色三零六不是到.82吗？还是.84。你说哪一架？330最多不是.84的样子吗？啊，这是Wilco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这是Wilco。Unicom， 我要怎么样转到 Unicom 呢？除了128.2之外，新加坡的出现了啊？什么新加坡？你看他要密你了。
他在什么信上密我 NA782， 好像是在香港的，不知道。搞超讨厌在空中那密来密去，烦得死。唐尚林 ，Unicon 的话是多少？再跟我说一次。122.8，122.8，122.8。好，我开错了。122.8，哎，日本好像不是讲 decimal。日本啊 ，122.8。他也有 decimal。那下面现在那个。ANA 的啊，报的话就直接报数字。哦 ，122A 哦，直接这样讲。122A 啊，然后 Holy Bomb 和 One A 这样。哎，那为什么发言还是在 Con One？因为你的 Con One 等于那个12.8的话，你的 Con One 跟 Unicon 是同一个屏幕。哦，但是我看我切到 Unicon 的话，看不到我的那个。嘿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对啊，你没有看到我打 Radio Check 出来吗？嘿，不需要 Radio Check 啊。哦。因为那个现在没有航管的话，基本上不太需要 Radio Check。哦，是啊，只是我想要测一下，因为什么你们都在 Unicon 可以看得到，但是我却在 Con One 出现。不然你也可以直接按那个 Unicon 的那个框框，然后在里面打。啊，好，直接在里面打，了解。高度9000。你的 Con One 当时调到128.3啊。哦，我是调128.8还是点3忘了。点3，因为我的判断，我有看到你打那个 radio check 那个。对。本来就是像说128.3没有在用，然后就空频道，因为系统看开就只要一个就无线，没有调就直接打了。OK。对啊。好，了解。我要和天一样高，高度多少呢？现在已经爬到巡航高度35000了。35000，哇，好高！现在9000尺。今天不晓得他 RTP 有没有神之手。你说到重点了，等一下大家通通转向到中，转向到中山区，就是。上面没有啊，哦，但是我看到你的，我零结尾出现了，怪鸠零结尾出现了，请问怪鸠你高度多少？高度啊，3万，3万，哦，好高低了，你们飞了，哎、欸啊，我当机了，能飞吗？不会吧，马总你高度怎么会当机？骗你到突然弹出一个 error， 那我也说 error 让人家看的都是吗？问他恶搞的大一公司都是啊，你们都飞超快的，就追到我了。不要怀疑，他是火箭。他是火箭啊，降的有点像。680是马孔。
是有一点显示还 OK 啊，就是还可以接受。那六八零，我靠，那老汤跟管理局肉，哇，这照照片超漂亮，超漂亮的，等我拍个照。那血氧高度多少？我飞三万五。喂！我现在还三万三而已。哪里敢想啊？换个血氧高度。为什么会想呢？因为他也要爬三万五啊啊！然后我们现在很接近，好，好，好，他现在根本就是从可以从火炬这样撞上来，撞上去。我预计爬到三万三就会停工。嗯，爬好了吗？你拍好了吗？都在拍啊，我现在已经一直在拍你的一格。哦，我要爬高哦。好啊，其实你可以继续保持这样，反正不会有人出来骂。龙那个下面那位拐角要爬三万五啦，好，这也可以减速一下。我在减啊，其实我已经减到那个马车速度等零点八点八一，干，你怎么跑到点八一来了？都已经两，都已经有一千英尺的差别了，还是差别什么？头死！也没什么力，阿达，阿达在吗？啊，不走不走，导弹超爆掉的照片，你看这个草，啊，哦，我最近上面那个暗楼楼车子可以干嘛？哎呀，我其实是飞太快了一点了。根本就是飙机嘛！
我看不到新一达。我飙到最前面去了。最前面。哦妈呀，怎么那么大只？怎么那么大只？哇，你们飙好远。操，飞超快的啦，用喷的呢。阿达都这样子了，那我有点不想减速了。我现在才点八三哦，六点八三而已。我才点七八而已。好，需要我们减个速吗？点八三是几阶啊？点八三的话，地速大概是430。430没有、哦、现在我520哦，哇靠，飞超快了，我点83哦，点83520，对，快多了，点78 430，而且我还是算有点顶峰，哈哈，嗯哼，顶峰20几，反正在一个小时就会到了，不用到一个小时。他打的那个速度，那是用喷的、欸。那个机上飞机上那个编号在闪烁那个啊，跳一轮他就前进一点点而已。靠！我看到谢一达拍的那张照片，只能说有爱啊，真好。八过鬼96了，1.0，1.0，年九，我觉得看12点高，不是12点，12点高，你都已经给我拍照上传了，12点高，点高啊！超速了，给我拍照了。哈哈，那果然是波音啊！我跟阿达的转弯的那个航向幅度不一样，不是波音的自动驾，对啊，我也是 auto 拍的啊。我空巴比较过去一点吧。你 Airbus 不要，你那个威克的空巴常会 overshoot。哎，那他不要搞到 BAS。我听到 traffic 了。现在换成地方，跟我带头的地方。终于知道为什么转弯弧度不一样了，我速度太快啊！哎，二路，嘿嘿，你有那个把你的飞行计划送出去吗？哦靠，要忘记了，我刚送。那靠，我也没有送。啊，不过我要被砍账号，小心被砍账号。刚赶着出发过，对啊、哦，没关系，我要下了，因为我没办法飞了，要出去了。
好了，要出门了，对，要出门了。我回复过来了，但应该我会落后也不很多。你可以开战斗机从东沙岛杀上来也没关系。可是我看满馆的现象。哎，蛮好。Hello， 我下喽，你们飞吧。拜拜。嗯 ，OK。拜拜。对啊，改天再飞吧。可能先至少先装起来了。好，他有空来玩《战地风云》啊。哦，好了 ，OK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拜拜。我是不是快追到谢依达了？八弹低速多少？多弹。为什么我觉得我那边这支七三七的速度表觉得没什么力啊，追不上去。很含糊，听不清楚。就是我这个，我刚听这些 P 三 C， 它是什么感觉？没什么力，推不上去了。看一下你用哪边？你用哪边的温度啊？你说。SMG 里面设定的温度啊？是不是你那个气象是用哪个气象？我信的还是内建的？你得信的啊。我信的一定的啊，它高空温度做很差，现在你看应该五十几度吧？等一下。老汤，你还在我后面呢。是多少啊？地是510，跟你一样，难怪在你后面。所以你们都不是用的新的气象吗？很多用外挂的。哦，这就是冷性的问题就对了。对，这冷性的问题，你要不就把它那个用物理飞行内建，不然就是飞行内建的。好，我追上你们了。什么？哦，这款 Marco 就是使用的那个 FQIPP 啊。啊？那个 VFS 会自动把它记录起来。但是 FNC 还在吗？那些它也会传起来，但我在那个，我等一下那个飞行报告会扣分，因为它在那个回复的时候，整台飞机中37000都是 TMBG 要20秒才软把那个机舱软机嘛，然后那20秒完全是没有控制，然后飞机从30000多到10000多，应该因为扣很多分。我靠，我要所有的大力。大怒神，对啊，所以你用 FSUIPC 回复的话，第一件事都是要学会怎样把飞机救回来，然后救回来之后，你就会收到 FOQA。还好都是先救回来再上线。你没办法，因为 VMS 是你一回复，它已经会在记录你的资料，它不管你，它不会。啊！我死！在开 FP， 所以没有浮出来。我起来说，你在？猴子叔叔，你慢了一步，你快点去 Respy 看看。我知道很多人飞台长的，这样谢谢大家跟我讲啊，干嘛？猴子叔叔，你慢了一步。怎么了？快说。刚刚 Hellkill 来。后呢？啊！他出去了。是吗？我还没说。干是怎样啊？你们现在？大队长777。大队长777首航啊。还这么多飞机啊？首航都当机啊。啊！
刚刚马口宕机，然后用 UBA 给救回来。要付款吗？那么多件要付款。M 十要出现啦、啊！看一下，现在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台。我们是合理怀疑，等一下阿些 BB 会有航管出现。我有六颗幺两洞，然后剩下用磁矿，应该可以。喂。说不定铁道可以从正面对架子上面点射一次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样更省油。对，没错。台湾呢？等一下，等会儿不晓得会不会有航管突然停工。雄伟的巨云，对，雄伟的山脉，应该不会吧？直桥他们都不会上，然后那查你不用讲，然后 Q 本就不在，一直都上了班，对，靠呢。命大昨天，对啊，命大昨天晚上在才上元班，不会一起床又在玩这一节了。好吧，我就打电话给他问一下。命有点不确定哦，他那个他怪怪的，有时候要浮出来，对，就浮个叮咚，哎，请流露台北 control 125 is on zero， 对不对？就那个放一刀没。就是那一种很奇怪，会突然浮出来，然后要你联络他的那一种。说了要不要那个？不了，我背起来，没事做。好啊，那你就上来玩啊，反正你可以从加一基地出来。我从花园来。中沙岛。他妈飞都没轻的。你在睡觉吗？我很早起来了，我刚两点就起来了。两点。你这个。看来法兰克的哥哥已经刷了三三大哎七七大补。小布那个我等下再去留言吧。哪个 KFS 那个？对啊，他我昨天就是跟他做服装事情的时候有跟他讲，然后他说那个我们八月开会的时候会讨论，然后就今天就给我弹出来说要问我们这样了。没有飞机啦，这说真的是没飞机啦。对啊，所以我都讲，我都第一句已经讲，就是表达说是真的没钱了，摔机摔到。Sky WiFi 的厨有是有啊，但是它是贴在机门的哪边呢、啊？啊，我是不是该减慢点速度啊？你减慢就被我扒过去了，你还是不要减好了。好吧。对啊，拐角六不见了。那我负责连累，就别在后面。我们一起减。好，那个减到多少？给你减多少？我现在马赫点83，我减到了马赫点76。那我减到点七。是的，谢谢啊。嗨。
看你，现在看你，你有优先购买权。OK 好，我老妈说你的帽子不错，她想包走。可是这是我帮，可是这是我帮我舅买的耶。对啊，你有优先购买权啊！如果你不要，我就因为我本来是我妈要，那我就那顶就给她，就连我爸都要，是哪招啊？靠，是哪招？如果说你确定的话，我就留着，我那顶就不给我爸，因为他们都不讲话，不管。因为我解释，我不是因为我舅是真的要啊。好，那我那顶就留下来，我就不管。你是什么的 ？IDS 的，我买的。啊！杰克幸福强大，怎么可以辜负杰克的一片好意呢？可是杰克的父母是杰克，杰克来说也是一样重要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谁理他们啊？不行就算啦，就给他们啦，真的就这样，没差、啊，就他们没讲话、啊。哦。哎、欸，老汤，老汤。嗨，老汤，我现在 GS 四百六，都到四百六。哦，419了。我减速怎么也那么快啊？没办法，那个你是怎么讲？你那一台可能是被 Wico 魔改出来的高性能80。嗨，我记得之前那我们华航那位电脑大大好像有搞那个 Wico 的修改档，找不到。笑死，那个。现在那个 Wilco 330跟那个什么，那个 A 一万一千转引擎的 A186 一模一样。我觉得要竞速的话，我就可以拿 Wilco 的330跟捷克的 F16 来匹配速度了。沃克340/300根本就不像，根本就完全不像真的在用340。多啊，我可以跟捷克尬速度了。没有那个三，可以飞得比较快。那个340，那个爬升比那个机器还要快。刚刚我就随便体飞爬，因为随便爬升推力也没有办法敌锐，所以每次都只能5-6千尺上去。太夸张！我刚对啊，一推到自动，推到 max 的时候，不到15秒就拉起来，甚至不到15秒。啊、妈，你开 AP 算了。我没开，但是我有口嘛，对不对？我有口。到公司会倒。我靠！我基本上已经快倒了。他做的400N，好像也没很多人买。拜托，他我口那他我口的音效搞那么恶心，谁会想买？那你应该听过 Wilco 原厂 Airbus 的那个 GP 大 bass 的声音吧？这天知道那个音质是从哪边来的？会让人家很纳闷，他到底从哪里录出来的？就像网络上面随便录、随便找都有很不错音效，他是怎么弄出那种话能感到起鸡皮疙瘩的声音？啊，台湾离我们非常近。等一下，长荣航空的这个网页搞得像手机，搞得像平板一样，小心有音乐。我顶怕一打开我电脑就宕了。那你还是不要开了。哎，老汉怎么不见？我拉很多，我被你扒过去啦、啊！你现在越拉越远。可是我啊嘞，你现在地速是422，这么低哟、哦！可是我没有办法再低了。没关系啊，我就等496，你就在地上看我们两个降落就好。好吧，我减到马赫0.74，这是我的那个。VL， 因为我在怀九六后十里，这不是了，应该是了。我看到 T 卡有一个台飞机35，
你话说这是七七那个 PND 做的那个什么七七 W 是不是要把小馒头也加上去啊？没有，似乎有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因为很像，因为很像有啊。他有一张照片，看这上面有个突突，我还是小馒头在上面。是小乳头。杰克表示十二点还没到啊。小龟，是犹太帽。小龟好像叫长，龟好像叫圆盖的样子，犹太帽。因为你看那一张官方图就很像。嗯，对啊，我说他那个，昨天小欧跟我讲，他说可怜的戏皇，政治那个戏皇的那些玩家，政治都被嘲弄去了。你的吗？够啊！什么东西？看看我们听清楚 ，Marco， 你刚刚讲虚拟皇后怎么样？我跑来非常龙的七七七啊！他说虚拟皇后的人真实世界都跑去长龙去飞了，也是。有 WiFi 的七七七是 B16多少啊？1867跟18619还618。应该不会是18，18是华，16才是。一六一六七一八一六七一九，1819是吧？因为我现在在找图啊，它那个 WiFi 那个是到底要贴在门的哪一边？我怎么知道 ？WiFi 贴在门的左边啊，就只有左边而已吗？我是记得只有左边啊，因为我们那个教官有po一张照片啊。可以拿过来吗？谢谢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找你学长不就好了？我学长。哎，对哈，对哈。白痴。要不要全体慢下来等二路好了？我好像差很远。二路还没有进台北飞扬情报区哦。各区注意，各区注意，紧急升空。来，那个谢达帮我放一下那个报访将军的背景，谢谢。啊，是要怎么放这种音乐啊？混音，下面有个混音，按了以后，你麦克风就启动，然后你放了你的背景音乐就录进去。之前那个背景，请勿有波多野结衣之类音声音的声音。对，谢谢。对，谢谢。你不要有你的声音混杂进去，把你麦关掉。我还没到一百 A 那个点。阿汤过去了，阿汤过去了。在，谢达你要放站，谢达你要放站。OK， 好。拐九六 ，OK， 你先放。那我放喽。差了。就是那负责那种机械反而在合体吗？不是，是暴风将军。
不打算现在吗？等一下到那个什么那个哪一个点啊？那个我现在过坡卡，我开始下降喽。过对对对，要下，你要直接下到那个高度，还是直接先下到29000？我要直接连续下降，就我就直接沿着 star 下去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也是好了。大概在哪里？刚过通港。大概哪？马公的 radio 零，大概等等我查一下。大约就好，大约就好。东南西北啦，你就直接东南方。马公的东南方10里。所以你们已经快进到新竹这边了吧？对，我开始下降喽。大概在哪？速大概多少？速度的话，地速400节多，450。哎、欸，高度，我刚问你是高度。高度 FL320。320 OK。拐九六。哎，刚刚杰克说的拐，刚杰克说的那个我的学长就是你们的五拐妖。哦，相片里面有他啊。我知道啊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你昨天睡死的时候，我已经找到我的学长了。哦，就他有跟你要那个航那个什么服装啊？我知道。他为什么是你学长？他跟我他读的国中跟我要读的高中都是一样的。哦，了解。难怪我上次讲屏东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港中的。”请问这首是《真男人》欸。借由六八零，我放这一首好了。借由六八零是谁啊？六八零版国吗？我没有看谁、欸。为什么那个阿达跟那个到我后面去了？他、啊、有这回事吗？对啊，你不是在后面吗？哦，看错了。谁是133突然弹出来了？晃晃也拖那个，晃也因为晃晃，突然弹出来。680在我前面。哦，不知道他现在在他身边不讲话，所以我不知道他在不在。谁？680是我，680是我唐上林。1833是 Brian。哦 ，Brian， 要 Brian 讲话是吧？哇，对。你直接讲个话好不好？因为有人在问你东西了。可是我不是那个什么。那个什么？我不是680。我说人家在问你133啦，应该是你吧？对啊。对呗。可是刚才我是380。为什么突然会突然跑到我前面？奇怪。好了，杰克，咱们来放另外一首音乐吧。啊，还有、哦。准备你先那个高度。他、啊、过通卡就下、啊。这哪一点是到29？会比较低啊。哦 ，OK。对。播放喽。靠。我不知道
哎，杰克，你到我们旁边了是吗？到了。他狂放，放不放 AI 机？哈哈。刚刚上空哦，真热。那回降落之后画 B 六七一八哦，只是馒头我加不上去啊。你就在那个毛笔上面写一个箭头，上面写的这里应该有馒头。小布会杀人，而且还设定成只有晚上开灯之后才会发现有一行太平间出在那边。想要叫我用阿法神？应该不可以，因为现在 PNG 的 Alpha 用途不一样啊。那个谁，大，嗨，我开加速器了。嗯，你还要一了吗？哦，不用了。头文字 D 哦，闪电 P 一车可以吧？修蛋机。哎。现在我没有极限是吧？我1.2、1.2、1.8马赫，我停不住了。他左边来喽，还没发现呢。TP 一，等等，我调一下你的 AID， 等一下。TPK 天气预告，现在桃园动拐动14里 ，QMH 幺动动五。自己换啦。我是 F 十六。哎，我没有，不知道你开哪架飞机耶？看模组嘛。没有啊，没有写啊。可能啊，那就写 ZZZZ。看模组。叫你看机型，看模组，看模组。对啊。模组也没有名字的啊。F 十六。哎，那为什么没有 F 十六？自己不会点啊。是啦，我是说我原本里面 F 十六，为什么这边看不到 F 十六？哦，来，谁教他一下？谁教他一下？换了不换了。你换成 CAP 好了，四五。哦，我终于看到拐九六了，9.66海里。现在是要谁来？还是比较放松一点，放音乐到他会开始撞击，到他开始撞飞。
音乐啊，你不放我放好了。音乐、啊。不确定。我放。等我一下下哦，大家不要吓到。那个，我现在火后面是杰克吗？所以杰克应该不会跟我们落好远的。哦，会啊，可是我先脱离了，我跟那个谁，我去找老三。我看杰克在画圈圈。好，那我就直接进去江湖吧。清泉刚音在抖。不想飞。某种程度上是不想进去的回忆，好可怕。哦、UB 其实我国中的时候超会唱这一首的，我全部歌词都背一下了，不堪回首回忆。我前方有一台133，那是发言嗨。然后杰克在雨里面穿呢，133可以的话，加速啊！我现在快要堕了，才跟你分隔到。好呢，那请老三和拐九六加速一下，不然的话你们真的隔很近。拐九六哥哥，我已经超速了，我减速了。现在到底是这样顺序怎么样？你减速，我 number two。我减
阿达，他已经在，他已经在要到杰米了。OK， 好，我结束。我刚刚是想说不想等下降高，降低降那么降高降那么快，我是先飞到七千。那大约在20公里到杰米。我还有。我要20海里再到杰米。叔叔要发出去我了吗？他说那我准备进场，我速度会再更慢，距离够吧？哈哈，我还有20里才到杰米。我还没过杰米，我还没有过杰米哦。杰克说什么？照拍完我先走了。OK， 拜拜，拜九又在。杰克，你可以在那个桃园等我们，这样我是可以的。为什么等你们？没有啊，就是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做，你可以在桃园看大家这样子。看飞机，对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？哦，一个人编队跟着落就好了。杰克把飞机开到那个什么海之边去？哪里啊？在那个23楼旁边那边后面一个小咖啡厅。哦，有情侣的话我就炸掉。用机炮，先把那个副油箱往地上丢。哦，是用铁撞的，是什么？我听到奇怪的声音了。我离你现在只有超近的再打我下来给你看照片，超帅！杰克，我经过杰米，我要降落了。已经到他们后面去了。好，是。保持哦，最低安全。我看我在街边跑一圈好了，不然降不起，降落可以走在一起。不要，我超捷径。接接 Karen。Yep， 这个是上次命哥哥带我的。250节打减200没用了啦。我现在232，一直 hold 着啊，一直在追。不用，你那个没有用，因为你太慢，减速板老流板没什么用。150节以下基本上，除非你下降，要不然其实就没什么用。我现在是在下降，没错。我们只能把速度定在那边而已啊。对啊，就是 hold 着，要让它到那个 F 粉线上。把 F 粉线速度减慢不就好了？896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OK， 拜拜，感谢你的拍照，偷拍。好了，下回到拦截。Traffic。哦。那个92栋是那个二路的。对，那是 Marco 大队长。Marco， 哦，大队长。直接 factory， 哎喂！哦，刚刚做好一台机器就这样被杰克打下来。
哇，那个 Brian 也离你们很近啊。没有10海里，刚刚好。九没有，我吹一下那个十，那个大概30秒就看到了。那个 PBK 表示 BB 弹打不到很高，口水也喷不到，哎、欸。哦。啊 ，Brian， 今天是关掉，下一个。什么都看不到。后方。我让你看到了，我还叫杰克。OK， LC Starvation 那个阿达，你听就好，你出去的时候跟我讲一声。哦，不对不对，看到他了。Brian， 你飞多慢啊？哎 ，Brian， 你飞多少？180。难怪，我怕太快，前面后面 Marco 表示哭哭啊！你180，那我要失出吗？他要失，他会失出，你飞200啊！你不要闹，你那 Marco 会死啊！不会吧？我昨天才把他送到医院，我要去救他了。你超慢。Landing checklist complete， 然后1000值。没有装模组，看来是开西斯纳，所以。哎，帮我换啊，换 F16 啊。FSIN 还是那个 V 拍的。FSIN， 可是我没有装。哦，那就换 F18 也可以啊。你们也可以去换啊。好消息，我的模拟背景当掉了。啊，你的一兆位的不是 ？OK， 当掉了。Marco， 你后面还有人吗？最后吗？我最后，我二六最后。最后你几号？我华航幺三幺。OK。68动够了 run。啊，你够了 run。嗯，严姐啊，跑道让你了，你到了 F16。担心我要从高雄冲过去，过去哪里呀、啊？当然是你们要去的地方啊！哪里呀、啊？桃园哪里呀、啊？你要去哪里呀、
大队长。有一个点叫 Saddle， 是不是？在那边盘到后面那两架都降落了，我在进场。还好我要降落，所以那个塔萨尼可能不是最后一个。而且我也要降落，塔萨尼，你可能不是最后一个。不是啊，你们的那个间距都很近啊，所以我当然是，谢依然应该是最后一个。对啊，我要从高雄杀过去。我要等 Marco 跟杰克，我要等到等33920动拐拐降落，我才能降落。啊，检查油料。干，为什么他的算法是 KG 啊？气死人！忘了改过了。但我可会打。KG 转棒怎么算啊？妈的！在哪里？二路很远是不是啊？50，二零超远的。30，这是多远？我再找一下。20，我在 ELBR。Four。我突然觉得我现在有点 Howard 的概念。上次一样，他本来是第一个，就被排到最后一个。我在思港 V O R course 3479海里处。哦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二路你飞那么低啊？5000啊？还远，你干嘛降到5000啊？那应该才，你也太低了吧？速度会飞很慢，也很耗油。好，我就到 FNG 的高度飞。你现在应该在马公那边吧？对不对？应该是马公附近。哇，你马工还没到，你已经那个4000了。靠，这么低哦。对啊，那个已经超过标准了哎，标准那边是5000哎。还下4800。MS A 吗？还是那个？那个 R S 超吵的，真是我想把它关掉。我直接把它移除掉了。好了，总高雄几倍喽？先去上个厕所，就让飞机慢慢这边盘旋吧。The pilot，The pilot。你等一下不要走，我等一下给你照片，我刚刚拍的。
133，你那个你降落之后快点走，我在后面啊。Brian 有听到吗？有，我在降落，等一下。你不用回，没关系，你等下 Rocket Runner 赶快出去哦，后面就很近了。但你刚刚杀到180 ，Marco 根本没办法跟你做间隔。Six fucking get Alpha 6 engine shut down.那你家等下西港直接进来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在台中了。我感觉现在改那个更新之后的 500 wire 好了很多。建哦，对啊，哦，那虽然你现在台中已经5000了，现在有点高啊，是高吗？哦，有点低吧，点低耶，真的是。获利了吗？一法33。对。只能再盘三圈哦。三圈多久？大概5分钟，办法，二路不可能那么快进来。你要不要趁？你要不要现在进去趁二路之前啊？二路很慢的。OK， 我切。剩下250点慢慢飘是啊，我觉得7-8分钟后才到，不少。杰克，我过台南喽。OK。还是我拉到12加速啊？不用的啦，现在来不及了啦。也是来不及了。你再拉下去再下来，你觉得你来得及下降吗？也是。你再讲完。你就这样慢慢飘过去吧。只能这样啦，你都已经这样决定了，就只能造成这样后果啊。犯错没关系啦，不过你要再决策那样子也不好了。可以过嘉义了，他算你，我这样算另类航母呢。不多了，飞机这样追就对了。嗯，你是开着飞机追了。速度，速度，谁速度？二路的速度，好，太饿了，遇到好吧。